白领，他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音乐和梦想呢？叫英子，今年30岁，来自贵州贵阳。我是一名贷款公司的职员，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了解客户信息，签订合同。我一直很喜欢唱歌。英子8岁的时候我带她去朋友家唱歌麦克风都把它震破了。别人都说我的声音很奇怪，我觉得没有人会欣赏我的声音。我等啊等，终于等到了中国好声音的出现。我觉得这是我实现音乐梦想的一个机会。今天我穿上了我最喜欢的衣服来到这个舞台，我相信在这个舞台我一定能找到我的伯乐。如果能为我转椅的话，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认可。心中满是悔恨，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，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，你说感到万分沮丧，甚至开始怀疑人生，直到相信总是难变的，你又何苦一往情深，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。谢谢，请问你贵姓？姓廖。廖英子。廖英子。我唱歌喜欢用英子这个名字。哦，好。是那英的英吗？是。那英子，你的歌迷。哦。这职业呢？贷款公司。贷款的。贷款公司是吧？贷款。哦。大额小额。小额。小鹅，哎，我可以了解一下，你那个声音是你设计出来的声音，还是你就是这个声音？就是唱歌兴奋的时候，然后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。发出？哎，怎样？他很扁吗？很扁，他说话完全不是这个。让人伤心总是难免的。是不是这样？比你这好听。他当然了，但是我觉得他的最后那个尾音呢？包括他特擅长那声音，让我觉得很性感。啊，你不觉得很性感？就是女孩发嗲的那个。我在想象你要唱《征服》那一句的话，怎么唱呢？你既然叫英子，应该对你的歌。对，既然你跟我有一个字儿是一样的，那你把那《征服》那句两个字儿都一样，那英子。那英子，来，你给我唱那句。而且你要把你那音儿弄出来。对，就这样被你征服。
现在发现他这声音跟杨坤能凑成一套。所以杨坤有感觉啦。我觉得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四个人这个没按过来是肯定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我心里有一个期许，就是你真的是一个这个我们这么多天听声音的，你是一个奇葩来的。我真的不骗你，就是那你为什么不转呢？他一直要转，我也不知道，早知道你这么漂亮我就转过来了。不悔了吧你。哎呀，我觉得你的判断有一点我们自己都承认有一点没错，你的声音非常特别，毫无疑问是这样的。任何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东西它都会有这样的两面性，一边是非常喜欢，一边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接受，所以我建议在你以后的学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点更深层的东西，我相信你能把握得好。最后想跟你讲，虽然我们四个没有选你，但是千千万万不要放弃，我觉得什么时候唱都不晚，希望你能够继续努力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英子虽然在今天的舞台上失败了，但是她说她仍会带着八岁时的梦想快乐坚定地唱下去。